好，2013年新年将至，道教之音有幸邀请了吕祖公的冯高新道长为大家讲解2013年十二生肖的运势。大家好，2013年癸巳年，我们有的一个同志啊犯太岁，这个太岁是每一年值日星君称为太岁，太岁主宰一年的吉凶祸福。如对太岁有犯、冲、星、破、害等，大多有不测之灾，诸事不顺，损伤、破财、官司是非、夫妻反目、争斗等事发生。常言道，运逢太岁宫，灾患不留情。若知生旺运，喜事乘春风。太岁当头坐，乌喜便有祸，一喜破九灾，乌喜百事来。2013年是吧，生人为本命年，称为坐太岁，周岁60岁的人是吧，53年癸巳年生人也为本命年坐太岁。太岁当头坐，乌灾必有祸，心中多烦恼，口舌是非多，逐着一年耗破钱财、疾病、夫妻反目、口舌是非、官司让契约有损等等。化解方法，正月初一至十五到庙里拜太岁，点光明灯祈福消灾，佩戴太岁符等等，或者是7月19日值年太岁星君是吧，千秋之际具备清茶果品四碟供养，可以消灾。属龙之人天空占命是吧，休管他人事，莫争口舌是非，防止破财争斗。女人是吧，防色情，夫妻反目不和，外出立财。属兔之人不利探望病人送丧，以免受灾祸，生不易事端。属虎之人为刑害太岁，常言道刑害太岁最为凶，小人暗害不留情，至受灾厄源于苦，六畜不旺有破伤，事业烦恼暗中见，安拜太岁保吉祥。这个化解方法是吧，一个是主要是这个要拜太岁是吧，或者是佩戴太岁符。属牛之人是吧，为三合太岁，立财、立学业、立婚姻是吧，立合伙经商，但六畜有损。属鼠之人是吧，为贼神入命，防止被偷盗是吧，不要探望病人是吧，不利合伙经营。属猪之人为重犯太岁，常言道重破太岁不为良，夫妻反目恐有伤，耗破钱财劳碌苦，埋葬修坟见血光，主亲友反目，疾病缠身，破财、外伤、离婚等等。化解方法，初一至十五到庙里边拜太岁，点光明灯，佩戴太岁符，或者是初一十五在身前祈祷。属狗之人紫微星入命，立财有喜事为贵，乌喜事让事端来，如天人进口大利，远谋立财，
可以在正月是吧十五夜间拜求龙德星君事事顺利。属鸡之人为何太岁福德星入命，万事吉祥。如有不足事啊，可以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早晚拜求福德正神招财童子。属猴之人为刑破太岁，常言道刑破太岁白虎风，灾患伤病云雾浓，若有喜事灾难轻。又说白虎入宫恐伤人，血光困厄事不顺，事业守旧防破财。化解方法：初一十五拜太岁，点光明灯，佩戴太岁符祈福，或是初一夜间求拜西群星君降临，制化白虎为吉。属羊之人立财立事业发展是吧，要忌看日月食，如果有人看的日月食会给带来自己的病痛缠身，诸事不顺，虚方不易烦恼及病痛，有不测之灾破财。化解方法：在初一夜或者是年中夜间送天狗星化解危机。属马之人病符临宫，误入病人之家探望生病之人，误食丧物，谋事难成，易守旧，身体欠安。总之太岁是主掌一年的吉凶祸福，我们要有重犯星冲克害破太岁的是吧，要想法化解。一年当中做事要安稳顺其自然，不宜强求，不然要有不宜灾祸。谢谢大家。